经呢本经咧，但系好多人都知啊。就个解法咧，有成千种解法，千种解法咧，但系点样解法先？每个人嘅解法就唔同，你唔能够话边个啱与唔啱，就系睇呢个程度上嚟解。但系我咧，我讲《金刚经》咧，我就唔系依我的解法。我依边本咧？嗱，依燃灯古佛嘅解法。燃灯古佛咧，即系佛祖嘅师傅记，即系咧今日讲俾你知个宇宙有几耐，128,000年个宇宙点解今日讲到咧？如来话呢个世界唔系世界，暂时嘅世界啫。嗱，由依一本咧就是、女祖师嘅。又一本咧就济公活佛嘅，咁样咧唔系我讲得好唔好？拣佢嚟咧就唔系我讲，我将佢哋嘅意见讲俾你知啫，唔系我嘅意思嚟噶。一点解咧？我亦冇咁嘅能量能够解到《金刚经》嘅真谛，依佢嚟解法，咁啊万无一失。即系有啲咧就解到咧就好离谱噶。因为点解咧？佛祖讲咗49年经，就系有咧讲咗一半嘅时间，22年啊，讲《波耶经》。《波耶经》咧好厚啊，有600卷。咁最后啊，聚咗咩啊？最后咧融缩喺个《金刚经》嗰度，《金刚经》咧再融缩喺个《心经》度。200多字，但是很奇妙、哦、道教的经典呢就摆在个《道德经》又是5,000多字、哦、你呢就摆在个《心经》那里，道祖呢就融缩在哪里呢？在个《清净经》那里，只是呢你拿到个中心思想就可以了。咁我而家讲俾你知，呢、这个唔系我写嘅，呢、这个西方确子妙明菩萨讲，佢话咧《金刚一经》功德无量，个佛妄想根，我哋点解唔得到咧？即系有妄心啫，妄心就贪嗔痴。你能够睇到《金刚经》啊，连根都拔埋你嘅，根都拔埋你。咁咪脱生死病，生与死个病都脱咗。咁咧，佢话俾我知，西方国主嗰位菩萨讲，佢当年唐朝啊，有一位和尚，小和尚，佢系16岁，啊有个太上先生，即系话亲你死就冇得救喎，好准啊！啊！佢撞到个和尚仔啊！你啊，16岁，睇呢个形咧，18岁你就死了。哎呀，个和因为咧，佢睇咁多准咁多啊！佢咧人咧有一种能量啊，有啲睇到噶。嗱，点解有睇到咧？有人睇到啊，赵匡胤啊，我有一本书讲啊，阿赵匡胤穷到咧，走去捉棋。见到陈伯喺度捉棋，陈伯一睇佢嘅相，就知道佢将来未来嘅地主，佢乜嘢钱都冇啊！喂，捉棋啊，我同你捉棋赌钱啦、啊，咪捉咯！啊，原来捉起上嚟，阿陈伯好犀利，赢咗佢俾钱，佢冇钱俾，佢冇钱俾都唔紧要，我再俾几两银你食饭都得，嗱我俾张纸你。就是、将来呢个华山咧咁地地方咧，俾我修行啊！如果你我再俾多几两银咧，嘿，咧我写俾你癫嘅，吓、啊，真系咧，我都话俾你知，你唔系叻，你唔叻啊！问苍茫大地啊，系谁主浮沉啊？嗱、啊，听日咧就咩啊？听日54啊嘛，100年啊嘛，
你想想，历代古今都是朝有主，是没有永恒的。你看看唐虞夏商周，周是东西周，周朝天子没有了命令，就七国那么乱，齐楚燕韩赵魏秦。秦呢，因为他太早了，用得叻人，用几个就改革。秦王是不是灭了？灭了七国。但秦始皇就做错了，以为估自己威，四十几岁就死了。那么秦一死了，顺错两个人，赵高和李斯。咁秦国咪俾楚霸王啊刘邦兴起啦，刘邦兴起就到咩啊？三国啦，咪到汉朝先，到汉朝，汉朝咧就东西汉啊嘛，光武中兴啊嘛，到末年咧咪三国啦，魏蜀吴啦，打生打死，三国尽归司马炎，大家都唔使争。司马懿是晋朝，晋朝东西晋，哇，五胡咪乱华啦，咁啊，宋齐梁陈啦，北齐北魏北周啊，南北朝啊，隋炀帝兴起，隋炀帝灭咗佢，系，系交俾个仔阿杨广，弯咗，享受，起运河，唔顾民生，咁啊隋，咁啊唐太宗兴起啦。唐太宗兴起啊，女人做皇帝啊，武则天做啊，唐太宗都睇到佢噶，呢个嘢野心大啊！我仔入嚟同你眉来眼去，临死嗌佢入做师姑，喺和尚指导唔准佢出嚟，佢做咗皇帝接咗佢翻嚟，佢有病，武则天代佢临朝，佢死咗，武则天兄弟。啊，武则天咧就惨啦，咁啊到唐明王兴起啊，一好衰唔衰就恋咗杨贵妃就弯咗啦，咁啊唐啊搞到十国啊，咪唐宋元明清啦，清，唉惨啦，你百年来都好堪悲啊，中华衰咗两百年，我计过条数，而家都应该兴起噶啦，悲尽兴来。识盈虚之有数，今日睇电视咧，睇到话咧，爱尔兰要宣布独立，苏格兰话要独立，咪三岛分埋咯。即系话俾你知咧，你几有钱几叻都系都啊，都系阵间昙花一现。所以系数六弟兴亡，要从佛祖嘅经典讲唔到嘅真理出嚟。你几有钱都冇用，带唔走嘅。万般拜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你做过乜嘢今生，个因果必定喺度。你系咪善？真善假善？善者真系修行上升，俗咧就下沉。有啲人做坏事都唔怕噶，一个福报大啊，未人享完都唔怕，但系享完就惨啦。嗱，咁你而家睇功德无量，拔妄想根，连妄想根都拔咗你，脱生死病。嗱，那个和尚啊讲：哎呀，死过你睇，俾佢睇睇。嗰晚咧，唔系我作出嚟嘅，呢个觉明妙王菩萨讲，佢知道呢件事，佢讲喺呢度写出嚟。佢话咧，佢夜晚翻去佛堂喊啊，跪喺佛祖面前啊。跪完之后咧，喊喊完一轮咧，我顺手摸本经啊，攞呢本经修行救自己啊。点知一摸就摸到本金刚经，摸到本金刚经啊。佢金刚经咧，佢好嘢，佢能够解到佢十几年修行金刚经，都未够四十岁啊。呢、这个和尚叫做咩啊？妙行禅师。未够四十岁已经成咗名啦，点解咧？佢唔使睇佢嘅经，佢一本金刚经佢睇得通，已经咧知道所有经典，一法通时万法通，
一經通時亦萬經通。所以慧能咧，你知道啦，《六祖壇經》啊，悟祖攞本《金剛經》同佢講，一教到佢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佢即刻講何其自性，本來清淨，本來具足，是本生万法，本不动摇，全部不用看。若果你未明白呢，你看一万本都没用啊。最紧要觉，要觉悟到它，不是经大不大，这样是脱生死病。那吕祖呢，吕祖讲全本金刚经，吕祖能够写十几个字讲完，以无念为宗，这个没有邪思妄念为宗旨，离相为止。我们这个身体是假体来的，你不要当是真的。我想你们都听过道德经讲，道祖说吾知幻，幻有吾身，及吾无身何幻然呢？原来我们是一种灵性来的，灵性在虚空那里，一翻翻个宇宙度咧，你可以变化万千噶。你翻翻个宇宙个体度，断除贪妄为功夫。金刚经咧就教你咧，你唔好贪真知啊，你妄念啊。嗱，九天玄佢讲咗俾你知啊，一句说话将全本经典讲晒出嚟。九天娘娘原来讲，六欲七情迷本性。忘却先天一点零，点解咁样讲呢？原来我哋人之初咧系性本善嘅，个太阳咧系有光啊，个乌云遮蔽咗啫，乌云一去咧，你个就见到你嗰个光芒出嚟。原来今你第日听落去讲啊，佛祖讲你唔系众生嚟噶，你同我同一体噶。但是因为你迷失了，但我可以现在就要说你众生，你看完我的经典明白呢，你就不是众生来的，跟我本来是平等清净的。他说呢，佛妄想根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经，你佛祖融缩在那个金刚经，金刚融缩心经，道祖的经典呢就融缩在道德经，再融缩在清净经，又是二百几字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清净经？只举举手，有没有？好多人看啊。我就有机会呢，这二百几字呢，我有道祖的亲语注解给你，一人影一份给你看啊。因为其他那些呢是解错晒的，佢解是真的。我俾嗰本道德经你呢，你要知道啊，我唔係话讲啊，好多教授解错晒㗎。因为我攞本道德经呢就是道祖喺台湾啊降临落嚟解㗎。你话真定假呢？你唔好唔信啊，我参加几次个国际论坛啊都攞奖啊，实在就唔係我事啊。我理论係引用道祖解个白话咪赢咗你啦。你最紧要拿着嗰本系真经，你就赢啦。所以咧，第日咧，你睇下，简简单单话俾你知，佢话人能常清净啊，天地色皆归。即系假如我哋冇咗妄念啊，清净个心，宁静致远啊。诸葛孔明一句说话：宁静致远，淡泊以明志。你就有诸葛孔明嘅智慧啊！你谂亲即系钱财啊、名利啊，你谂到都冇用啊，带唔走啊，你仲有啊，因为钱财名利啊，你去官商勾结做咗好多事啊，你唔知道啊，但最后你后悔莫及啊。嗱，呢个抄出嚟噶，道祖讲众生唔能够得道咧，唯有妄心。呢个妄心咩啊？贪真知啊嘛。既有妄心咧，即惊其神。呢、这个元神咧就道家讲噶，佛家讲叫佛性啊，点灵嚟噶吓？
基其神执着万物啦。你一谂住个元神咧，你下埋起心动念都系为钱。基着万物咧就系贪求啦。咁我问你，你为着名利、财色、物质，你系咪要贪啊？贪啊谂计噶嘛，埋堆咯，做黑社会好，乜嘢都做好，吓、啊？系咪喺个道堂又作戒、作怪啊？又贪求啦？佢贪求咧，即是烦恼啊！喂，一贪求啊，日夜都要谂计、啊。表面咧就扮好人啦，外中乜嘢都咁做、啊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啊！你有烦恼有妄想，你惨唔惨啊？便遭逐肉啊！你第日咧就个因果啊，你惨啊，逐啊！俗咧，你冇受辱啊，流浪生死啊，上沉苦海，你永失真道啊，永远失啊！嗱，观音嗰本心经咧，就系讲完讲心经啊，唔使几句句啊，你解到嗰几句可以全体佛书都唔使睇啊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你照见五蕴皆空。度一切苦厄啊！哦，全部佛经讲晒，咁咧而家咧就唔系最紧要啊！你觉悟啊，嗱，你日唱夜念啊，喺道堂，我见到好多人啊，唔知做乜啊？我点解佛祖咁讲啊？阴声求我色相见我人行邪道，不能够见如来。我日日求你拜你好诚心啊！你话唔能够见得佢，唔能够见到我，因你妄念啊！所以咧，你要知道呢、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真谛嗱，而家开始讲第二十七页，因为能够将六百卷啊缩喺呢度，点睇啊？六百卷我都冇睇啊，咁就睇佢个真理啦。以时苏菩提白言：喂，呢本经啊！点去奉持啊？点样去依教奉行啊？须菩提话：呢、这个经呢叫咩呢？金刚波耶波罗蜜，就攞呢个名啊。咁、那个经都有个名啊嘛，你我冇个名点得啊？金刚呢就好锐利，无坚不摧。波耶智慧，波罗蜜呢在这个苦海达到彼岸，用这个名字呢、啊、不要。须菩提，佛讲波耶波罗蜜即非波耶波罗蜜，喂，千祈不要执着个名字啊，我个经个名啫，你不要执着个经个名字，你不要执着那些文字上啊，你要执着个灵性啊，你不要哎我读过这个波耶波罗蜜多是啊，不是的，你要这个经，你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经的道理是什么呢？菩提心无相，无执着的。你没有执着本经的名字，应该明白经的义理。这个呢，金刚经呢是讲你的灵性，你的本性来的，是直指的，直指的。它已经呢而家咧，我就话俾你知，一阵间后面讲俾你知，听下唔紧要。佢话能够咧了解到《金刚经》咧，系上上人说法噶，唔系普通人听，听到走脑走唔切啦。哇！原来听到冇噶，得个空字啊？点解啊？须菩提，依如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阿须菩提啊，我讲咗49年，有冇喂有冇说法啊？嗱，呢个咧呢套戏咧就一问一答。须菩提又明啊，佢代众生问，佛祖就答：如来无所说。喂，点解讲咗49年啊？冇法可说。嗱，你知唔知道
如来真系无法可说，你自性能生万法，不过俾嗰啲咧乌云遮蔽咗啫，我哋就俾贪真之情欲遮蔽咗咧。喺嗰个传法个心经讲啊，佛说一切法，慧除一切心。你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佛祖讲嘅四十九年咧，即系将你遮蔽啲云啊！一拨开啲云，咪见到太阳、月亮咯。仲学咩法啫？一上到虚空咧，你个灵性一开咧，六神通都有。咁你问我点解冇咧？仲未得啊！我讲出嚟咧，未必做到啊！你想做都唔系咁容易噶。有啲第一要好多方面，有家庭环境好多样嘢，你福报未够，又有病痛好多样嘢，唔系即刻做到，但知道就好啦，唔系即刻做到噶嘛。但你而家听个金刚经咧，啲人咧搵迷信嚟迷惑你，迷你唔到啊！佛祖话：如来无所说，如来个法咧。就话你唔好俾啲情欲遮蔽咗啫，你一冇咧，你就现翻本性，六神通乜嘢都有。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阿慧能话唔使啦，唔使读书啦，慧能，连佢神兽咁叻啊，都输埋俾佢。神兽仲要时时勤忽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佢一去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都惹尘埃啊！入咗个宇宙本体嗰度啊，虚无一物。但宇宙化生万物啊嘛，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都有楼台。你楼台花月嗰啲咧系有啊，假境嚟啊嘛，咪输晒咯。唔系写几多篇文章，你最紧要答到个 point。啊！如来冇所说法，咁点会冇说呢？如来讲个法咧，就法法本无法。你听过呢句说话未？法法本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我今复无法。法法何曾法呢？如来讲个法呢是好多种经。点解各个众生跟你唔同？呢、这个用呢本经，嗰、那个用呢本经，嗰、那个用唯识，嗰、那个用六祖坛经，嗰、那个就嗌你念佛，适合你个根器啫。原来自性系生万法，人个灵性呢系本有嘅。但是呢被情欲遮蔽了。但是我这么说呢是真的讲给你知。但你撞到那些呢，哇，那些啦，好像小甜甜啊跟那个人聊天，我跟佛祖聊天，好多法术。那么惨了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坐监。我讲给你知呢是书友的。你走去佛教联合会都攞咗出嚟，唔系我写落去，但系呢个咧，好多人念经咧睇到唔敢睇呢本《金刚经》啊。不过你嚟听啫嘛，我日日念经求福，佛祖我冇法啊，求咩福啊？佛咧，你今日你叻与唔叻啊，同你前生有关系嘅，系人都个际遇啊嘛。点解你个际遇咁好，我际遇唔好咧？是要讲你那个前生的因果。喂，上帝对我不公道啊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生在非洲，你生在香港，你生在那里啊，完全都不同啊。你生着个有钱人家，我生到那个呢做小贩。哇，你呢几个奶妈来凑你，你呢惨啊，真的肉都要被人打。这个是个因果来的，心愿信因果啊，没可能有幸运的。有些贪污呢就没事，
有啲貪幾十蚊都俾人捉到喎。你點解啊？佢福報大啊嘛，冇事啊。你一貪就捉到你。所以修行咧，係修你個福報。你應該要知道六道萬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禅定。须菩提，意欲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多唔多啊？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哇，好多银河系，一个小千、中千、三千，哇，啲微尘多唔多啊？微尘可以聚成为土，土成形地球多唔多啊？都系多。如来说。微尘形成呢个世界，世界咁多啲妄念，好似微尘咁多。如来话：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嗱，耶稣都话有地球末日啦。嗱，而家咪讲俾你知。如来话呢个世界唔系呢个世界嚟噶，冇噶。我又唔敢乱咁讲。呢本书咧就讲啊。我冇理由我自己作俾你，作俾你自己要孭到精。系一孭我咧，我就嗌你系燃灯古佛解金刚经。佢话呢个世界咧一个循环啊，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而家行咗六万年啊，唔系仲有六万年啊，唔系噶，捞尾嗰啲咧空啊，一路空啊空啊。而家计下咧，我计条数唔知啱唔啱啊？释迦话咧，我睇《无量寿经》讲啊，佢话咧佛祖个经典咧系得万二千年嘅啫，冇噶。但系将来咧，到咗捞尾嗰度咧，到咗左右后啲人咧，大势至菩萨讲啊，得十几岁命嘅啫。嗰阵时后来啲人咧，好似野兽咁凶猛。佛祖的经典咧，冚唪冇晒。阿郭生俾我睇五个太阳，最后都冇噶。呢个宇宙系咪冇啊？唔系冇，混沌在错海。所以咧，阿南极仙翁讲啊，混沌境亡我是仙啊，经过无数个混沌啊，呢个宇宙咧系冇噶。是暂时有的，这个世界没有，是假境来的。若果做得不好呢，如果假如发生有什么核子战争，就提早的。现在以前打仗就不要紧，兵啊刀枪，现在一打仗一禁制就弯晒全部。那原来说这个世界呢是假境来的，你唔好以为估，咁我头先都话俾你知啦，有冇个朝代永恒噶？最耐个朝代边个？系周朝，八百载，东西周八百载，都唔系永恒噶。你唔好以为估你啲仔女好叻，你睇崇祯皇帝，你睇下帝女花，你睇到啦。崇祯几惨啊！就吊颈啊，喺个梅山嗰度。我话俾你知啊，你任何一个道堂好，一个朝代兴起咧，假如你冇人才帮你，你死梗噶。阿李自成打入咗皇都嗰度，应该好似汉高祖揾阿张良设计啊嘛，应该啊，恩恤啲平民百姓啊。点知你李自成啲人抢阿陈圆圆，哇，搞到啊！吴三桂借清兵入关，咁咪成立清朝啊！所以光棍老教仔平移米制，咁后来点啊？吴三桂迟啲又俾康熙清埋你，一样清你噶，唔好以为我唔清啊！所以咧，你做汉奸有日咧冇得利用，我杀埋你添。你要睇历史。要睇个因果，须菩提，依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？如来点止三十二相啊？
观音都有千手千眼变化的，这个变化的相来的，不止三十二相，博二三十相见，原来三十二相是个变化来的，那么灵性的变化是有暂时，但是将来都没有的。他说你不要执着个相啊，现在我们呢个个执着个身体，道祖一句讲俾你知啊，吾知幻，幻有吾身啊，及吾无身我幻然呢，即系我有个身，开始七情六欲啦，遮蔽个灵性，但系你呢个身体呢，你食乜嘢补品都冇用。我今日睇一个人，哇，佢唔见咗你度个头发白啊！我染染发噶，有啲发，哇！不过你冇几耐白发，你真系懵噶。原来我染发啊咋嗱，所以一个人咧，阿岳飞嗰句说话讲讲得好啊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啊！嗱，我冇染啊，我头发甩啫，仲系黑。我太太佢染发噶，你咪当佢系黑噶。不过佢唔喺度，我闹死你啊！我讲啊，染啊咋，好多人染噶，一阵间啫嘛。喂，你食乜嘢都补唔到你啊！生老病死苦，系人都逃唔出。咁我点样去修行，将我个灵性万古长存？就算我落嚟轮回咧，第二世咧，我都好叻噶。我翻去学习，跟弥陀学完，学到六神通，再落嚟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，我再落嚟嗰个就唔系叶天凡啦，病都冇埋噶啦。但而家咧又唔得啊！而家讲话俾你知，翻去嘅咧。但有机会讲本，讲本个叫咩？无量寿经，弥陀个愿力教你六神通，学咗嚟济世。咁呢个系一个修行方法。嗱，个须菩提，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恒河生命布施？喂，你用你条命啊，钱财命去布施，你能够？解到心金刚经四句偈，为他人说祈福甚多。我太太话冇乜理由啊，唉，佢唔明白，我解俾佢知。你用钱财用生命去布施，但系你得到咩啊？系福报嚟噶，你个灵性未就开啊。嗱，福报呢我想你几有钱都好啦，到七十零八十岁就果头近噶啦，带唔走啊！你啲钱财带唔带走啊？所以佛祖喺《金刚经》最精彩嗰句说话，系第三十二章啊！佛祖讲四十九年经啊，就呢一句说话：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系世间嘅法，系生灭法，而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应作如是观啊！你睇朝代得失一阵间都冇啊！你估我而家谂下，我七八岁读书读到而家，啊谂下，好似一场梦咁样咋？吓，而家咧，我而家就要点样咧？无情病冷风啊，都吹散我宣道梦。仙佛本多情，助君真心往。我都想多几多年经，讲多两三年经，先系离开呢个世界。咁上天都俾个机会加持我嘛？我身体唔好点讲啊？喂，已经好难噶啦，八十二岁仲企上嚟，企个几钟头。头先好多谢阿郭生，佢嗌我企喺度，准提佛加持你，哇，有阵气落嚟喎。就心问我有冇？真系有啊！而家冇啊，吓咁呢呢样嘢咧，阿郭生都我都好多谢郭生啊，成日周问啊，
指南官女导师啊，叶天华顶唔顶得住啊？唔怕啦，讲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啦。佢同我问啦，佢同我问都话我知啊，你唔好唔信啊。佢写落本书度啊，佢叶天华啊，喺一间佛堂做过主席噶，后屘个嬲啊，改革唔到佢走咗去啊。佢喺市政局做噶，个名叫做咩啊？唔系叶天华。叫人悟啊！你问佢系唔系啊？佢问我系咪？系啊系啊！哇！嗱，我讲俾呢一样嘢知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！莫道天公无耳目啊，窥心暗室又有神啊，睇到你。但你咧就点解咧冇事咧？你个数未到嘛，喐你唔到噶，你福报未完啊，喐你唔到噶。喂！做对恶事咪到咯？点解喐你唔到啊？我虽然做坏事啊，我后屘几年可能悔改都未定啊嘛。你要俾个尽个数你，睇你唔嚟唔觉悟，可能我睇到金刚经觉悟咗咧，佢未到数唔得。佢话能够将金刚经四句偈，边四句偈咧？好多四句偈，但系我话咧，好多人解法唔同。我同意女祖所讲。同埋燃灯古佛讲，好多人讲，佢话呢四句偈，其他阿净空话边任何四句偈，我话唔系，我睇燃灯古佛女祖讲，好多四句偈噶嘛，呢四句偈最紧要，众生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你有呢四样相咧，你做唔到菩萨啊，好恶俗啊！嗱，个我相系点啊？一切为自己，呢、这个自私自利，一切谂自己。我一万亿身家都好啦，我仔盲我都交埋俾佢，唔会益人噶嘛？吓、啊？你睇下，唔够医生啊，医学会都唔肯放过你啊，系嘛？所以话啊，所以无情都系最似帝王家。如果你叻啲啊，哇！我死咗，我仔管你唔掂，咪劏埋你先啦，系咪啊？所以你要睇下嗰啲《道德经》讲：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啊！富贵而骄，自得其咎；功成名遂，身退天之道啊！你阿张良咪即识得走啦，吓、啊？范蠡咪识得走啊，文种唔识得走啊嘛。喂，你要知道啊，嗰、那个时机系佢为王啊，天都冇办法噶。咁你而家你能够我相，人咧点啊？就贪嗔痴，众生相咧就埋堆啊，自己有夹埋排挤的嘅，受者相咧。就日日去庄头住香求寿求福，好多人啊！嗱，今年我话俾你知，黄大仙一百周年啦、啊，我睇见明报啊，佢就登咗出嚟啊！我哋日日有目标点样啊？我就写咗成两版去啊！你应该改过啊！你改过咧，就你咁多钱嘅地方咧，应该揾个地方啊！印下《孔子经》啊，《关帝经》啊，《道德经》派下，又请啲教授咧，一个礼拜咧，或者两个礼拜，搵个地方讲堂经俾人听下都好啦。佢提议得好咧，有奖啊！可能抌咗我张嘢啊，可能未抌，但系奖。如果真系有奖咧，我你哋都有份，买两打西瓜上嚟大家食。你都话我嗱，就真系嗱。就八月倒放榜啊！个个都话我老婆啊，死梗啊你！人哋个个歌功颂德，你写埋啲咁嘅嘢，你仲有一句唔好啊？黄大仙降机落嚟啊，写埋落去啊！善男信女都万千千，问道有谁肯结缘？色即缘中人自即哦，扑埋去嘛，上头炷香嘛。只求财福都太可，只求财福都太可怜啊！
喂，你咁样实在求唔求到啊？实在求唔到，冇理由上投注箱推开我你得啊！啊，你谂啊谂到啊？但系啲人点解咁样咧？道堂好多中意做嗰啲咩咧？喂，喂，我俾张纸你啊，你写啊，观音借银写啊，一个牢骚啊，你啊讲经唔收你钱啊，我哋唔收我钱我都唔写啊，系冇可能嘅事噶，有因有果啊，但系好多人信、啊，但系你哋咁多人都唔简单、啊，我赞你一句，阿净空讲啊，你能够听我的经咧，听咧，净空啊个个礼拜讲啊。我过几两个月讲咧，仲有人嚟听喎。净空话你唔简单啊，你有前缘噶。佢唔走啊，佢傻嘅咩？你听到有冇好处？吓、啊？呢啲咧系前缘祖宗，所以能够听到《金刚经》呢本《金刚经》，你听过啦，好多人解。你任何念佛。就要睇《金刚经》，点样看货放下？你修禅宗，亦系睇《金刚经》，点样觉悟？唯识又好，密宗又好。呢度女祖话咧，不你哋冇啊，写埋啦。观音话啦，佛义道义皆同论，佛好道好，都唔能够离开《金刚经》嘅真谛。佢五千几字啫，《道德经》嗰五千字咧，包含咩啊？持觉安民，冚唪唥晒度，系句句咧都好精彩嘅，讲到出嚟嘅，教到点样避世、孝顺父母，全部喺晒度。不过咧，好多人唔系我讲啊，教授都解唔到，我一听解唔到，道祖话你解唔到啊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，你是博士更加衰得快。你以为那是啊？佢你解唔解到？我梗系解唔到啦。但我有缘啊，攞到道祖嗰本经，你哋一人有一本啦、啊。嗱，如果你冇咧，我讲俾你知。你咧，逢星期日十一点钟至到三四点钟，去尖沙咀码头，尖沙咪有个钟楼噶。下面有个宏大啊，好多书喺度派啊，有中英文啊、论语啊，佢唔收钱噶宏大。佢点解会咁做啊？宏大话咧，佢印书好多人俾钱啦、啊，你派得出先得噶嘛？咁我俾钱你，你去派我咪俾你咯。咁你派唔出，我俾钱你做咩啊？咁你咧有咩经唔识咧？去嗰度攞本。我咧身体好啲咧。我都喺嗰个尖沙咀码头嘅，有好多鬼佬嚟睇啊嘛，咁我解下啲《论语》俾佢知啊。我哋中华文化原有种喎，咁啊解俾佢知啊。咁你哋咧又可以去攞本经，你去行过下都睇下啦，吓、啊、又有乜嘢机都有，有啲画像几叻噶，有啲有钱嘅人咧俾钱佢去派。嗱嗰度啊冇人阻啦，喺钟楼下边任你攞。你能够将《金刚经》四句偈，能够明白冇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呢四句你都知道系假境嚟嘅。喂，你冇咗四相嗰阵时候啊，你个心灵清净，知道系假境，你个灵性回复翻嚟。而家我哋嘅灵性点解失咧？个个都好叻噶，得返本性博才智啊，惠及众生尽此生啊！有个天德圣教教主，佢喺加拿大有个人啊，佢识得我啊，佢又买咗几个维多利亚球场啊，佢我想喺度起道堂啊！我未必得噶，加拿大啲文化唔同噶。我想问下教主有冇啊？咁我话我带你去问下基啦。你拜、啊，
冇开啊！我去到嗰度，同阿基修讲：你上香啦，禀俾老祖知，请佢嚟得唔得啊？真系请到佢嚟，咁佢又话：佢话真系好准啊！佢话你系好诚心，但系兴道堂咧，你都要不能够失咗呢三样原则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啊！而家系末劫时期未得啊！地利加拿大嗰啲人咧，华侨点会识得你咁多中国文化啊？吓、啊，人和佢哋系信天主教噶嘛？你申请个道堂仔细细冇所谓，申请咁大个道堂点得啊？佢话你今年咧超过八十几岁，好诚恳，但系咧机会都唔系好大，佢唔信啦。前嗰幾日打電話嚟啊，真係真的。咁我睇見咁嘅情形，我話俾你知，你信乜唔緊要。我曾經將儒釋道、天德正教、耶穌經典冚唪唥睇過，但我始終咧係揀一門深入。你信乜嘢我唔理你，但你要揀一門深入去修行，咁嗰個師傅接你係嘛？揀一門深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但你不要學我，我又蘇東坡又文天祥，我講經嘛，我又將全中國歷史讀得熟熟，告訴你知滿朝的興亡我都知道。那你要知道，我問他一句說話，今生何，我即刻寫張紙給他，我今生何得遇宗主，你一系宗主嘛，天德圣教教主嘛，得而宗主，我问道而啊，今日见到你啦，唔系求财啊，问道而啊，最适宜啊吓。今日不向宗主问，错失机遇都悔恨迟。喂，呢、这个千载难逢啊！我今日啊讲俾你知，系隐士一样嘢。同释迦讲一样一样，你觉得怎样？个万法归宗，原是一啊，宇宙一啊，所以道祖啊，真系你宗教唔好大家争。你又话我叻，我话你蠢，你睇唔睇到《道德经》六十七章啊？你翻去睇睇啊！我有三宝，一词二剑啊，呢个声音啊，我三不敢为天下先。我唔敢为天下先，满招损谦受益啊嘛！而家我都冇眼睇，斯里兰加、纽西兰 hold 住复活住佢，掟佢，佢掟翻你，个个啦嗱，啲人有个错误思想啊！我代表耶稣掟你炸弹，我升天堂啊！啊，佢我威唔威啊？我踩冧你，我唔威，唔系咁噶，天下归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啊！本道地方文化修行唔同嘛，万法归宗，原是一，一一国大同，唔归宗。你悟到大同咧，咪归宗啦，宗咪一啦。嗱，呢句最紧要啦。我未见过能够二十八个字讲晒出嚟，你啊！得返本性，博才智啊！即系话，我哋翻翻我哋嘅灵性嗰度，唔好污染佢。喂，慧能讲俾你知啊，自性清净，自性能生万法啊嘛。喂，唔系读到翻嚟噶，有慧能唔使读书都得噶。不过慧能读咗好多世书啊。黄大仙讲啊，佢晋朝修行道啊，到了民国先成道啊。阿慧能嗰啲咧，收咗好多世啊，你得翻本性，你照《金刚经》讲啊，你翻翻你嘅灵性，冇污染，都唔系好难嘅啫。照计，你要谂一谂，世界乜嘢都带唔走噶，点解我做啲咁嘅嘢咧？自己有益喎，我伤喎，害到好多人喎。啊，官商勾结，我买咗咁多地平，
急埋佢炒高佢自己發達，害到好多人住劏房嘅喎。你都有錢啦、啊，諗諗下呢啲害做唔做得過咧？你自己要諗喎、啊。啊，得版本勝博才智。余天發，你讀咁多書都冇用啊！你翻翻你本性博才智，自性能生萬法啊嘛！啊，佢呢句話俾你知啊，惠及眾生盡此生。你而家咧八十歲啦，未死得知啦。有一日咧，你都做下做一日啦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個機同冇理由寫得咁快啊！萬法歸宗，原是一。一国大同唔归宗，得返本性博才智。女祖咪个慧字啊，最后个慧字啊，慧及众生尽此生。原来呢，你哋各位坐喺度，个个都系仙，都系佛，冇人话唔系。你一阵讲到廿二章呢，释迦世尊呢就话：众生非众生，是为众生。你不是众生嚟噶，你是佛嚟噶，迷失咗啫。我觉你一觉咧，你就是佛嚟噶，是平等的。但系点解话啲人话唔平等呢？你又发达，我又穷，因为前因咧，人哋做好多善德，今世有钱，你斗领佢悭翻，咁咪今世穷咯。个因果嚟噶嘛？嗱，呢啲能够写得咁快出嚟咧，冇人写到噶。四七二十八个字即刻开咗出嚟，所以话咧，机咧就要揾到有个机手好叻，就间道堂嘅问题。机咧就有真亦有假，睇你解唔解到。有段故事你听过啦，机不可失你听过啦。嗱，有冇解错啊？解错你惨啊！有啲咧，有啲机手系好叻，开过两本书出嚟，但系捞尾要坐监添。成咗名咧，就迷失咗本性啊！